于是啊，杰克就顺着蔓藤慢慢地往上爬，终于呢爬到了顶端。这时候他看到了一间屋子，把门一打开，哇，你猜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巨人呢。巨人，我好困哦，让我打个盹儿吧。讨厌啦，谁咬我的屁股啦？一定是你，讨厌的蚂蚁，老是偷吃我的蛋糕，捏死你！讨厌的毛毛虫，老是啃我的橘树叶子，打死你！讨厌的独角仙，老是在我的树上吸树枝，还摔死你！讨厌的螳螂，老是躲在草丛里吓我，你要怎么弄死我啊？哇，巨人，巨人，巨螳螂，巨螳螂！嘿嘿，我的镰刀腿上有尖刺哦，试试厉不厉啊？还是来跟我们比赛脚力吧，摔来摔去好玩。不然到蜘蛛网上逛逛，我把你打包成木乃伊。宝宝太慢了，让我的风筝遮一下吧。酸奶烫了。不要不要你们怎么都变大了？放过我吧，陈姐姐，救命啊，快来救我呀。救我吧！傻逼，怎么啦？醒醒啊！陈姐姐，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小虫子了。哦，受到虫大仙的教训啦！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眼前的小小虫子突然变大了，甚至比我们大了好几倍，你要怎么办呢？哎呦，很恐怖耶！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只好被他踩死了。平时小虫子碰上人，也许也会有这种感受呢。小朋友，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们亲身体验一下小虫子的感受呢。来，跟我们来吧，冒险进入巨虫公园，做一场惊奇之旅。大家来哟，陈姐姐要带我们进去探险喽。这里就是巨虫公园的入口哦。哟，一个好深的洞，洞里的墙壁上有大蚂蚁耶。其实啊，这是一条白蚁在巢穴中修筑的隧道啦。哇，隧道里的光线好暗哦，墙壁上荧光闪闪的，还趴着一些大白蚁，嫌我们好小哦。真可怕，你们听听，到处都是虫叫声啊。来啦，我们来到虫子的地盘了嘛，这会儿身体也不知不觉地缩小了。好啦，大家准备跟巨虫会面吧。蜘蛛，它会不会吃掉我们呢？对呀，陈姐姐，不要再靠近了，它已经发现我们了。瞧，它抬着头，伸出前腿，还上颚。啊！快逃
得以前我还养过这种长毛蜘蛛做宠物呢，它只有我的手掌大，脾气挺好的，平时都是捕猎一些小昆虫当食物，没有想到这会角色调换了，我反而变成它的宠物。不对，恐怕是猎物哦。放过我吧。它会放过你的，因为它只是一只电动的机械毛蜘蛛嘛。除了毛蜘蛛，我们在巨虫公园里还可以看见好几种我们熟悉的虫子哦。只不过它们的尺寸都被放大了几十倍，但是在机械动力的控制下，它们啊却能够像活的虫子一样移动头部、口气，或是嗷和叫，甚至摆动尾巴呢。并且在布置过的环境里，再搭配了声音和灯光。哎呦，这些电动机械昆虫可真是活灵活现哦！嘿嘿，原来这些大虫虫都是假的，大家不用怕了啦。它们虽然是假的，可是那模样跟真的完全一样哎，而且这么大看得更清楚呢。对啊，这一细瞧，我发现螳螂这位昆虫杀手还真是面目凶狠呢。你们看，他摆出捕猎架势了，脑袋灵活一转，再瞪起可以望远看近的大复眼。哟，瞧瞧他锐利的口气吧，大鳄、小鳄全动起来了。对哦，他还想施展螳螂拳呢。嗨，两条前腿布满了尖刺，就像两把镰刀似的利呀。嘿嘿，我可以逮到机会观察螳螂咯。咦，真的螳螂也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吗？一模一样呢，就是为了让小朋友有机会认识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的虫子。自然科学博物馆还特别展出巨虫公园的哦，并且连他们的生态环境也一道做展示呢。希望大家看了不但能够认识虫儿的身体结构，还能了解他们的习性和行为哦。幸亏跟你一起来，不然我们才看不懂什么习性和行为呢。对啊，顶多只能弄清楚他们的身体构造。哼，因为虫虫很大嘛，器官比较容易观察。这倒是真的。所以啊，陈姐姐建议小朋友最好请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参观巨虫公园，亲子一起欣赏，一起感受，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不但可以获得知识，还能够增进亲情呢。嘿嘿，而且能壮胆哦，有妈妈在，不怕黑寡妇了。小昆虫可就怕它咯，蚁后面先注射毒剂，而后蜘蛛会从附没的丝油吐出蛛丝，好把猎物一层层的裹起来，等打包妥当就挂在蜘蛛网上当存粮啦。这是什么虫？它变大了我就不认得了。不怪你眼力差，蝎子本来就不常见到嘛。不过它可不是昆虫哦，蝎子和蜘蛛是同类，它们跟昆虫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多了一对脚。昆虫有六只脚，它们却有八只呢。不止八只，我数过头前面还有一对大的。哦，那是它的螯肢啦。蝎子在御敌或是捕猎的时候，通常就是先用它前状的大螯夹紧猎物，然后再拱起它有毒的尾钩。哇，猎物就呜呼哀哉了，比蜈蚣的蛰针还厉害嘛。应该说蝎子和蜈蚣一样，
都是身怀独门武器的小动物，武器的毒性却很难比较哦。就拿这种鳖甲蜂来说吧，它遮身的毒性连毛蜘蛛都能拿定呢。然后雌蜂是在毛蜘蛛的肚子上产卵啦，等卵孵化出幼虫了，还可以把半死不活的毛蜘蛛当食物吃掉呢。哎呦，习性好怪的蜂哦，相信许多父母也不知道它，那我们又从哪里获得知识呢？哎，你没注意到吗？到处都有解说牌呀。对哦，可以看牌是虫嘛。好，这是木工蚁。木工蚁可跟鳖甲蜂不同咯，它都是用大颚啃咬木材，在里面挖掘巢穴，然后搬来一些食物储藏起来，好让幼虫享用呢。哎，它们搬的是植物的地下根茎嘛，原来木工蚁的幼虫喜欢吃这个啊。木工蚁的食性很广啦，其实它们最爱吃的是蚜虫分泌的蜜露和腐烂的水果汁液哦。哎，独角仙不是也很喜欢吸食腐熟的水果吗？对呀，独角仙还喜欢在树干上舔舐树枝呢。像这种独角仙就很喜欢吸食白杨树的汁液。哟，它的样子好特别哦，身上披着斑点盔甲，赤脚边缘布满毛须，胸脚和头脚铺在一起，没见过吧？它是美国独角仙啦。另外这两只正在角力的三角兜虫呢，则是东南亚的品种哦。不过这只绿色的大毛虫可是台湾的特产了。我们认得啊，它是吃柑橘叶子的凤蝶幼虫嘛。这只箭头毛虫也会装成蛇的样子，竖起身子，摇头晃脑吓唬我们哦。他还希望您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观察一下他的口气、胸足和气孔等等器官哦。想来毛虫啃食叶子的时候口气就像这样，大颚、小颚、上唇、下唇和触须一起动的。那么你们知道毛虫变成蝴蝶之后又是用什么样的口气吃东西吗？走，带你们去看看。走出巨虫公园，眼前是一区有关昆虫习性的展示设施，我们要玩游戏咯。可以自由操作各种互动式的机械，来进一步了解昆虫的器官和行为哦。哎，我发现这个轮子的缝隙里面有图画哦。这些图画在古轮的带动下，是不是变得像影片一样会动啊？对呀，它们是连续的，贴上蝴蝶的一生呢。嘿嘿，这些机器真有趣，像玩具一样好玩。所以才能吸引大家来动手操作啊！你们动了手，机器也会相对回应的哦。这啊，才叫做互动嘛。这会儿又需要有人动手咯，来拉动绳子，看看苍蝇是怎么飞行的。啊，苍蝇的一对翅膀会随着板片上上下下。哎，蜻蜓有两对翅膀，哎，我来看看它们又是怎么动的。哦，一
上一下相互拍动，哎，好像比较累哦。没错，因为蜻蜓的翅膀结构比较原始，是由肌肉，也就是模型中的链条直接控制的。不过它的飞行速度很快，还能在空中停留呢。再来看看昆虫的发声器，想想看，某些昆虫是怎么发出乐器般的声音来求偶呢？哎，我来去蚱蜢昆虫一下木嘴吧。蚱蜢就是这样发出声音的哦，用它后腿内面成排的钉突来摩擦前翅的翅脉。哎，蟋蟀发声就只靠翅膀咯？对呀，它是用拍合前翅的方式发出声音的，让前翅上的许多缺颗去摩擦效应的部位。哎呦，船怎么是用瓶子来发出声音啊？哦，姑且把瓶子当成蝉的身体嘛，拉动绳子就像它运动肌肉一样，可以震动身体两侧的丘形膜发出声响哦。嘿嘿，以前我才记不清楚鸣虫的发声器在哪里呢，现在却印象深刻哦，因为边玩边学嘛。虫虫啊，不用嘴也能发出声音的，但是吃东西呢，就一定要靠口气咯。譬如蝗虫，它吃植物的叶片过活，必须剪成碎片，因此它有一对锐利的切割式大颚，才可以左咬右嚼啊。哟，蚊子的口气也挺可怕的耶，像长长的针。嗯，这叫做刺蟹的吻舌，它是由六根柱形物合成的管子，有刺破和吸取的功能哦。蝴蝶的口气就美妙多了，它也像吸管，不过可以一圈圈的卷曲起来哦。嗯，这样它才能够从花心里吸取花蜜啊，而访花的时候呢，还需要眼睛帮忙辨识。嘿嘿，虫虫的眼睛像是用许多玻璃瓷砖拼起来的。事实上，虫虫的复眼正是由许多个别的小眼组成的，每个小眼都只能感觉一小部分影像，要全部汇集起来才能组成完整的像。我可不愿意用这种眼睛看东西，太累了。那么虫虫要协调六只脚爬行或走路，不是更累吗？有心体会的小朋友不妨来操作这个电动的线控昆虫，你就会了解移动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动作咯。小皮，你知道这只螳螂为什么要躲在草丛里吗？它穿了一身绿衣服嘛，我在绿草丛里颜色比较相配啊。小皮，嘿嘿，我知道是保护色啦，绿草丛可以掩护它的捕猎行动嘛。嗯，同时呢也可以保护它不容易被天敌发现哦。小朋友，除了螳螂，我们在巨虫公园里还可以发现好几种附身有趣的昆虫呢，大家动动脑筋找找看吧。我想起来了，绿色的毛虫也有一身保护色哦。对啦，另外啊，它还会虚张声势，装蛇吓鸟呢。哎，其实螳螂还有镰刀腿做护身武器哦。没错，
说起武器，蝎甲蜂也有遮遮呢。蝎子更厉害，一对大螯和带毒的尾钩。蜘蛛呢，上颚也有毒啊，它还有捆虫锁呢。独角仙可不怕什么毒牙毒钩，身上有盔甲嘛。何况它额头和前胸还有巨大的犄角哦。唉，只有木工已无法护身，只好躲在隐蔽的巢穴里啦。小朋友，刚才在去虫公园里，我们的视觉和感官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奇妙探险，这会儿你们对昆虫的特征和习性是不是有一点认识啦？有哎，最有趣的是那些会动的模拟器，我们可以自己操作，于是很快就明白蜻蜓怎么飞，蚱蜢又怎么发出声音啦。另外呢，还可以借着立体电影和标本、图片、模型等的教育，来获得许多有关昆虫的知识哦。小朋友，暑假到了，不妨和这些夏日里的小精灵做一趟有趣又充满知性的接触吧。我们下次再见喽！再见。